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那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受益，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好，那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老师呢，老师呢在 ID 是0918568516，如果要进行的朋友也是加老师呢，那记得要订阅哦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二。好，那二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这边差哪一个？一二三，是不是差个四？好，放四。好，那这个四过来啊，这个四过来，那这个太多了哈。OK， 我们再来看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，一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OK， 那我们来看这边哈，好，这边差一个而已哈，来，一二，是不是没有三，犯三哈。好，再来呢。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放三哈，那三也还没好，还没哈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这边差一个，把写上去吧，一二三四，是不是差个五？放五。好，那有新增 EY 啦，当然来用啊，这个五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五，五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来唱看这个差哪，这个整个差哪两个哈？一二三，是不是四？再来五六哦，四八，这边有八放什么？四，这边就放八，啊，双八过来，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就是八，八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差哪一个？这个直接差一个，是不是差三？哦，那放三下来，再整个差一个多少？差四，好 ，OK， 啊，那这个四杀过来，这就放四，哎，好，啊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三哈 ，OK， 健脑比健身重要啊，那记得哈，如果看老师的东西，如果你正好接触的是麻，将近这个是麻辣的。哦，那或是图形的，那你就怎么样多看两三遍才看得懂。那我们一般学习来说是用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图形的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再来麻辣哈。OK， 谢谢大家。